有小伙伴艾特我们拍投壶挑战，好吧，好吧，来了来了。我去！好，我投中了 ，Kimi 帮我洗一个月的脚，投中了你洗，投没投中当年洗。我的！你们要给我买一件时尚单品。投中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投中了，就要烧全，公开他所有看过的小黄片。啊！干嘛？不想看到。他妈的！我要投中了 Kimi 剃光头。我要丢进去了，烧全文 Kimi 的脚。我脚不痛，真的。不要，不想闻，差一点。我这个投中了啊！张姐和烧炫哥互换衣服，我觉得可以的，投中。现在换啊！现在换。把你们在干嘛？穿不了，穿不了。你会把烧炫，你会把张姐的衣服给撑破？穿不了，穿得了，穿不了。你不要说啊，我辣妹耶，我还蛮黑怕的，知道吗？那烧拳，我操！这把张姐的裤子你怎么穿进去的？我操！哇哦，真的，这么弹，高弹，好弹啊，好弹，好弹！这广告啊，这广告，这个裤子还是蛮弹的。我。你有本事下去啊！你下去啊！不要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穿进张姐的衣服。我要投中 Kimi 公开他现在穿的秋衣。我都这样了，你他妈的不让我投中！公开！公开！现在！他要睡了。睡了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要是投中了，我们三个人去拍全家福。啊、那我肯定是爸爸。我是妈妈。我是爸爸。我的比你大。你讲的是啥、啊？我是爸爸。你是儿子。老子不。你妈的，滚！你操！我投中了张姐染红头发。红头发，红头发，红头发。我把这个投中了，就给 Kimi 染吗？两种颜色的头发，你可以自己选。投不中，投不中，投不中，投不中。我投进了公开张姐的丑照。张姐丑照很多，大家都看过。赶紧删是吧？不能删。妈的！这个头中了，待会儿就去旅行。走也走不掉了，准备射死吗？我们要投了，张姐跟严寒表白。进。我投中了，给我看你们的 QQ 空间。我操！跟这么多女人一起，主页形象照片嘞！我也太激进了，心情郁闷，希望晚上能好好睡觉。这人什么太激进了？我不记得。我是真的胃里哭了。
我是真的跟他走了，这是凯哥当年在我心中的感觉。一晃这么多年，岁月蹉跎啊。然后你还回复，哥在你心中不是感觉，而是寂寞，我的孩子。我走到哪里都要记住，不要留恋哥，哥只是个长生。等一下，是怎么东西？我来看一下。是因为什么？当时发过，后来被学成了。我似乎把人生看得很透，刚刚不小心翻到了，现在拿出来自嘲自嘲，仅供娱乐下。倘若我对你现在是我都丢进去了，少平就拿我的脚来打电话。嘿，打回来了，来了天意，你打张姐过来接。我说不要我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不想打。张姐电话号码多少啊？好痒啊！我操！喂？喂，谁啊？我。你谁啊？我。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没有哎，干什么？我新换了一个手机，想给你看一下。啊，最近不就是出了13，还有什么新的手机吗？Food phone， 就是国产的一个新的智能手机吗？是智能的。它充满未来感吗？它挺未来的。不止未来，魔幻了。那不就是魔幻手机？不止魔幻，有点幻觉。就是打又打多了，有点幻觉了，现在要晕了都。我要是投中了，坐在 Kimi 的肩上。我坐你肩上可以吗？你的方向盘。哦！起不来。起来！起不来！起不来！妈的，抓紧鸡巴多少斤？我他妈真起不来！我操！不是我真起吗？我怎么把我他妈被夹晕呐？要到哎，我们呢？现在呢？有这么多愿望，然后呢？我们现在呢？要去实现它。夹晕啊！我感觉张姐在拿我做实验呢。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你手都发，你手都在发抖，我操！没有。你能稳一点。嗯，这位先生不要担心啊，头发掉的话是正常的原因。是个人原因。那主要说不能染头发。谁说的？妈妈说的。妈妈说的。放屁。好难。紧张，就应该还蛮好看的。你妈好看，你跟我全部好看，能够搞一半好不好？啊？能够搞一半。好事成双。妈，我。不幸中的万幸是这边没有染色，这边是有的。你应该感到幸运啊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马步比较小一点。笑什么？本来想拍全家福，结果画风过于奇怪，最终演变成失婚女佣误嫁豪门家族。你能羡慕的蜕变是真爱还是圈套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我愿意。以后家里的事不需要你多操心。我只想在这个家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一定要慢慢学会保护自己。总裁丈夫身份疑点重重，伪善面具下隐藏的是恶魔还是真相？他究竟是谁？这可不是你应该看的东西。不要忘了，陪我打有你们的今天。有些面具一旦戴上，就永远也摘不下来了。多情公子哥隐忍调查，却不知道等待着的是更大的秘密。妈，
觉得骚玄就是让我们家走投无路的凶手，我一定会夺回我们一家人的尊严。百万遗产粉饰不了一个家族的浮华虚妄，我要看你骚拳怎么身败名裂。我才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的家产始终是我的。百万谎言挣脱不了三代父子的命运轮回。三年前你妈的死只是一场意外，我不信。证据就在这个 U 盘里。当溺爱之网愈织愈大，你到底该相信谁？你真的会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吗？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。其实我张凯，不要说。冬季迷情，清心虐恋，变态家族，不要期待。这个家伙真的让人不省心，太不争气了。他又把那个人的搞大了。老爸，信用卡怎么回事？别说什么信用卡，那个大的人是怎么回事？大的我不清楚啊，我只知道有很多大的。你真的是太让我不省心。你给我闭嘴，你这个后妈！我根本不承认你好吗？我们骚氏家族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哪有你这样的儿子？说好让我继承家产，到底怎么样？李律师，把从遗产继承上面的名字给他划掉。李律师已经被我收买了。怎么办？你就乖乖的让位啊，安享晚年。OK。魔。喂喂。磨牙。OK OK。看我啊。笑啊！什么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？哭一点，哭一点，哭一点是吧？我们呢？我们干什么？就像你们干的。对，好 ，OK。别笑，别笑，不笑啊，不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笑。汗都出来了。我屏住，你们屏住，行不行？好热呀！气氛开始升温。好热呀！我们当着我们的儿子面做这个不好吧？来，这不是全家福吗？什么？什么照不见了 ？K 妹还给他。咋也说这里这么多。你觉得我人怎么样啊？It might have opened the door to your heart.